陪没朋友吗？就不可以啦，有爸爸妈妈，他那个没有爸爸妈妈，奇怪，老师这样有钱，场地就这样了，哎呦，你这样很不好看呐、啊，也是，不好看也是不用紧啦，算了，就算了啦，自己过过了，自己过了。他们讲说我没有爸爸妈妈、嗯、我爸爸妈妈在哪里？你来，安哥带你去个地方。你就会快高长大，你就会见到你的爸爸妈妈。你吃了，来，我喂你，好吃吗？甜吗？啊，你想住这个，改天你想你爸爸的时候，你就来买这个吃，好吗？嗯，乖乖，让我试看。嗯。好吃好吃，那这里还有哦，笑笑笑就乖了咯哦。要想到爸爸妈妈的时候，就想起 ice cream， 这个是爸爸，这个是妈妈，好吗？你跟我去学校教书啦。好，小心驾驶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，好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要上的这个主题就是爱。老师，什么是爱？爱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哦，老师，代表是我妈妈煮早餐给我吃，就是爱。这样是不是我爸每次带我去看星星就是爱？老师，这样是不是我爸爸带我去看异能行者那就爱？老师，是我爸爸妈妈带我们去旅行就是爱。是啊，同学们，其实你们的父母真的是很爱你们的。好，没关系。大家先自习十五分钟， yes. 老师等一下再回来哦。不要太吵了，同学。OK。被逮了，你看，他没跟他们 sell scream 呢。哇，好该的，这样有钱的也是跟他拿一点拿过哟。OK。喂。一个人吃 ice cream 啊，喂，好像好吃哎，喂，我打算要跟你收一点钱的，喂，哎，讲话不应人哦，哇，打架，哇，打我兄弟，去死吧，哇，压尾猪的硬男，走啊。我到底是谁？安哥，我到底是谁？其实，你是牙尾族的后裔。什么是牙尾族？当年